这个时装 logo。Thank you.
这边吧。啊，主要是这一方。我刚刚说外面下大雨了。阿哥，我们现在会不会卡到人家出来？应该还好。应该还好。Apparently, the show will continue, but not for us, but for others.
下。下吧。
上的事，那你中间还空这么大，那等一下去饥饿游戏。对啊，至少不用去饥饿游戏。饥饿游戏啊，直接玩露天。我会经过旁边，我家深坑嘛。我来一下那个香肠，香肠，香肠。那你要提着饮料去探班。提着饮料探班。户外下雨。会封门这样，就把门封起来，让别人不用进来。哎，距离也够啊。你们三位都负责封门这样子，守门员。放狗，请三位电子就负责封门这样子。来来来，准备。没有，要等解到往后退了。对，都退。谢谢。回来，我在你后面。走，再帮你来。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小姐。来，可如来了，抱歉，小姐。没有，我会去做。好，这样，好，谢谢。中间。中间。正前方。
右边，右边，可以吗？我们这边。来，可能这里，这里。好，谢谢。这边有要连，有要访问吗？有需要访问吗？你们堵麦吗？有堵麦吗？没有哈。上麦，要上麦。上麦。还有吗？开了吧，开了吧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师一起呀、啊！一起！来拿着，帮你拿一下。好，我来。好。可以。好。谁问呢？好 ，OK， 好。给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今天的设计的感觉？今天设计很特别，第一就是非常感谢老师，他首次献出设计女装这样子。然后，我刚刚自己觉得自己这件衣服在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跳，然后很喜欢，上面有个小巧思啊，就是上面的这个印花是我画给我爸爸60岁的生日礼物的一幅画，然后还没有曝光过。然后谢谢老师把它做成印花，然后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件衣服。平常的画哈，就画在画布上。嗯，作品穿在身上有很特别的，是很另类的突破。因为我不会做服装的设计，可是能结合老师的作品，就对我来说就是很沾老师的光。那以后会不会想用自己的 IP 去发展一些服装呢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因为我觉得服装是一个很深的领域，没有那么容易的，所以如果有机会跟服装合作的话，那我会非常开心。那老师愿意帮你开发吗？当然，我们本来我就是这次邀他，这次邀他们走秀是第一次，然后我希望跟耿如未来有一个跨界的合作，包含服装跟艺术，他的画作，我很喜欢他的画，对，谢谢。他有没有给你一些意见啊、想法？他就叫我今天好好的展现，抛开在家黄脸婆的样子吧。谢谢。你说我刚刚走秀的时候，在想怎么样转身的时候不要被裙子绊倒，因为其实这算是我第一次，也不是第一次，就是真的很久，长久以来就是很正式的一次走秀。然后我其实也有一点点紧张，所以刚刚觉得 OK， 只要稳稳的走完，对我来说就是很完美的一场。嗯，谢谢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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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是原子少年。设计师也合照，谢谢。好，来，稍等一下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喽，我们访问喽，哈 ，OK 哈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对了。啊。我们先讲一下今天走秀的感想。OK。时间。帮我把麦向他。向他。OK。不是。对啊。我是想，今天走秀也算是有点初体验的感觉。对，因为这边其实有经验的大概只有玉甲。对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也蛮紧张的，但我们出来也就是做我们自己，就是聊天的感觉，对，就是一样自然为主，对。然后很开心今天能拥有这个机会，我们阿垮元少年可以来这边走秀，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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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平常穿着的风格吗？不是。我们平常应该不会穿这样，我们可能平常就是穿这种比较休闲一点，对，因为可能练舞啊、排练干嘛的，所以其实今天能穿这样比较有设计感的衣服，其实蛮开心的。
很帅了。对，就感觉跟平常都不一样。对，有个不一样的感觉。谢谢设计师。对啊。这一次首秀谁表现的最好？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好，因为互相提醒，就是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方式，比如说我可能会跟大家讲一些细节的东西，但是大风鸣可能就会记性比较好，就会可以告诉大家走位什么东西的，然后大家互相提醒一下，所以我觉得没有最好，只有我觉得我们都很棒。对，你刚刚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们走了三次，然后就从我们第一次就想说，好，我们先想第一次的走位是什么，然后第一次走完之后再走，第二次走位是什么，第三次走位是什么，对，我们是走前再就是把它复习一下，对，复习一次这样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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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这边稍等一下，然后先拍国光，国光这边请。麦克帮我还他们，谢啦谢啦。来麦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大家辛苦了。右边小步嘛 ，OK OK， 好，站前方哦。谢谢，我晚点再过去。好 ，OK 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辛苦了，谢谢。